下水会拿一张纸。怎么这样？他只是要擦嘴巴还是？啊？只是要用嘴巴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是手指。是手指没有，它是指我们统称叫做是指，它是一个一根类似笔的，前面有一个针头，啊，针头它是都要换掉，就每个人用都换掉，那它就是从你手指这边插下去，它会流一滴血，那是指上面前面有一个判断的那个东西，血要滴在那个位置，那就再插进来这个。